双击评论666，关注点。4公分的靶心来两发。皮筋围完两个圈之后，然后再把八字套从这里边扎进来，然后把皮筋套在这个八字套前边，使劲这么一转，哎，这个衣服皮筋就绑好了，这就是八字套绑皮筋。移动乒乓球，这个乒乓球可有难度。双击关注点一点，谢谢，保全了。传统弓38公分左右，后手定位颧骨之下，你的瞄点应该是这样。如果是15度的，后手定位颧骨上方，你的瞄点就应该是这样。如果是45度，那基本上就是这样。